如果你们愿意拿出一个合伙人的位置作为奖励，5年之内，全京港最好的律师一定是咱们金副总的。消息知道了，一小时之后老地方。 不好意思，肖律师，让你久等了。坐。简历给您。嗯。肖律师的工作经历还是挺丰富的啊，但是我看你做专职律师还不到半年呢。嗯，是的。嗯，为什么想来我们这儿？ 因为在京港，金副和德智算得上最顶尖的律所，我想大部分求职的律师都会想来这儿吧。嗯，也对。就像你说的，不是还有德智吗？为什么先选我们这儿？简历我都有投，是咱们所先让我来面试的。我喜欢你的诚实，还有耿直，肖律师。 我问句题外话，你觉得全京港最优秀的律师是谁呀？乔兆廷啊。你应聘全京港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之一，你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够说服我同意你入职？因为在你心中，全京港最优秀的律师甚至不是我们所的。 虽然最优秀的律师不在这儿，但是金富无论从人员配置、业务水平、社会资源等等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律所。可我们这里没有乔朝廷哦。你要不要再去德智那边了解一下？明白了，谢谢薛律师。 太有个性，干不了我们这一行哦。 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坐。薛律师，嗯，有句话呢，不知道当不当讲。说。如果你们愿意拿出一个合伙人的位置作为奖励，5年之内，全京港最好的律师一定是咱们金副总的。 你对自己就这么有信心吗？也不一定是我，也许是薛律师您呢。但总之，不会还是乔少廷。